妹妹走，五三六，走过去走。现在迎面走来的是来自成都的萧远儿，哎，很棒。然后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啊，今天什么才艺呢？告诉大家，乖呀，他好漂亮，走过来，这边这边打招呼，打招呼，哎。今天穿了一件巴黎时装周的，哎，非常漂亮的一件蓝衣服啊。下面迎面走来的是，哇哦，哇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哇哦，哎呀，哇哦，哇哦，可以的呀。偶像包袱的萧灵儿，好，下面迎面走来的是来自成都、来自甘肃州最美丽动人的王宇芝小姐。在我们萧雨儿心中最帅的谁？我。来，在你心中最帅的是谁？我。好，我自 Q 吧。下面来是萧姐家庭最帅的萧姐登场，来喽。Jason。好，这边太空步走过去，划不来，太空。